Cyber 的开场语是这样子，尊，哎靠 ，Cyber， 不要什么开场白了 ，Cyber 遵从。我们玩这个剧情模式，今天玩的是《丧尸围城三》。哇，天哪 ！PP 数是什么东西？把食物交给他们，可以恢复这个车辆生命值。好 ，Cyber 已经进入到战场。好。你是，请问你是我的 master 吗？我是你的 servant Cyber， 如此契约完成，哈哈哈，太帅了。小哥哥装扮，蛋儿，你没有看过 Fight Zero 吗？ Fight Stay Night。 嗯，我 Cyber 被召唤到了一个丧尸爆发的世界，我想知道我控制的是男主角还是女主角，有一颗 Cyber 的心灵。啊，你没有看过很正常，但是 B 站大部分老爷都看了， Cyber 的人气很高，也是我并不是我很喜欢，但是我觉得他人气高而已，单纯觉得人气高而已，于是就买了 Cyber 的头套，头上还有根呆毛。60个小时就这么快，整个城市就沦陷啦，有这么快吗？僵尸疫情爆发后的多少个小时，这么快就 impossible。 主角上场，哎，这个黄蜂会不会也变成了僵尸？吓我一跳啊！这就是我们主角吧，就是我吧，我得找出离开这个城市的方法，不然我们全都会死。好的，没毛病，给个脸看看吧。Michael 12，怎么你被咬了吗？没吃的，没喝的，哦，还行嘛。你是个修理工吗 ？Nico， 不是 Michael， 是 Nico。里面有人吗？你猜猜看。谢谢爱吃西瓜的浴池白翠送100个金币。我怎么了？好，我们终于抵达站。我天哪，我受伤了！你怎么受伤的？你告诉我。这有糖果。然后呢？按左键吃就行了。我需要更多，我吃了一个，我才恢复了这么一点。哦，好了，够了 ，OK。大型扳手，我靠，要这么开门呐、啊？这么暴力？啊，要这么暴力吗？比我还溜哎！好，我们现在只有这一个。我。这个比较长是吧，2米乘4米的板子，我靠，我要干什么，替扔是吧，哈，哦，有点那个什么，主要是有点慌，哎晃有点晃，不行，稍等一下，它那个鼠标移动有点晃，太晃了，灵敏度我要那个什么低一点，
我看一下，就太慢了。我操，什么声？这样还好一点，就不会特别晃。Ready？ Milk， 瓶装水 ；Drink， 瓶装水。踩你头上你会怎么样啊，小宝贝？我扔两个吧，我把这个扔掉吧，我把这个木板扔掉吧，三扔掉吧 ，C， 让我们再拿一个吃的东西，是吧？存粮。OK。然后我们再换上铁锹，铁锹比较长，这应该属于长武器。这都是什么？哎，我怎么跑不了？哎，有斧子 ，OK。那我们把这个扔掉吧。那个 ，C 是扔。然后我们捡消防斧，来，这个斧子看得很霸气的样子，很 Z。我马上就要666666。我天哪！不想让你进去，是因为里面有人吗？哎，你在逗我吗？哎，我怎么这就有点小尴尬了？不会是恩义吧？我看远程不行，这个呢？哦，右键就可以。谢谢忘记三角松送两个波，谢谢小影和爱吃西瓜的玉池白翠送的金币啊，用三是什么？三是饮料啊。哎，我听得好怕怕。是啊，My name is Nico。 那躺的那是个活人还是个死人？我们第一个手电筒 flashlight。 哦，天哪，哎，不是有声音哎，大哥，我靠，我总感觉要被扑。哦，他不会一会儿开了吧？哎，啊！冷静，兄弟，大兄弟，冷静，大兄弟，大兄弟，里面冷静哦！我跟你们讲哈，不要着急哈！啊！吓我一跳！你那家有病吗？你吓死我了！怎么又来？吓死我了！啊！走开！啊！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！啊！天哪，我要累死了！再见！No！ Oh God！ 战术手枪。对，他们不会爬上来吧？啊？哦，哎，枪爽哎，一枪一个嘛。哦，居然这么多！哎呀，你还有会爬墙的吗？你告诉我，你会爬吗？还是你会？我靠，两枪爆头爆不死，三枪爆头爆不死。大哥，你在逗我吗？我先喝一口，让我奶一下，你别急。是什么？我看一下，三。哎，我的武器呢？等一下。好，没武器的样子，我不行，这个我也得拿。锤子，最最怕突然冒出来，不行，这个那个什么鼠标的这个晃动力还是有点那个什么。其实它那个上下慢一点，左右快一点是最好的了，因为有的时候会回头看一些怪物一类的。你们听着有那个回声吗？水平视角的灵敏度高一点，然后垂直视角的灵敏度低一点，然后整体往快一点。我看一下，这样子调到一个最舒适的地方。
哎，对，这样的好很好很多。啊啊！帅不帅？我就问你们，帅不帅？我在这儿呢，大姐，屁股后面。冲上去，重击！哎，我靠，你还活着？你还转手就是一斧子，就问你们溜不溜？来吧，你让我弄死你！僵尸呢？我还是拿上吧。不行，要坏掉了。还有什么？你摁 Q 吗？哦 ，Q 是重击。好了，斧头，我们上斧头吧。虽然斧头有点短，但是我觉得它攻击力应该是蛮高的。这个是什么？我是要拿着东西砸人吗？哎，好像是哎。我这大哥大哥等一下，瞄准。到！哦，原来是这么玩，好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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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好玩。就是你再砸一下，砸脑袋，好玩好玩，这个好玩这个好玩。这个好吧，等等，我能用飞斧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还是把这个，等一下，来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。哎，没砸住我，没关系，再来啊。咱们近一点。哎呦，冷静，哥们，拿错了。等一下，我一定要把它砸死。我现在对这个投掷特别的感兴趣。这儿呢，哎，算。你可嘞！啊 ！Watch！ 嗯，他哦，刚刚如果没猜错，应该是警察，然后说拿枪说你别动，然后我们就应该直接蹲下了，对不对 ？OK，I got it。